挂包，然后还有开放式的三明治，然后还有我们的炸物平板桌，这样全都试过。我觉得孔雀480块其实有点贵吧，有些人孔雀工很麻烦，因为东西大就要烤，然后就要备好。它真的是一只孔雀啊？对啊。好吃吗？孔雀？应该会，应该马上就会叫，明天就吃到了。你有吃过我孔雀肉？鸡呀、啊！我们现在在试四种不同的薯条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没有牌子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，但它还蛮好吃的。第二个呢是某一个大牌子，但是它中间太空了，不喜欢。那我比较喜欢这一个，因为它吃起来比较高级，但味道比较不丰富。但我们可以用其他椒盐来配。红薯条很好吃，但是配海鲜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有点冲突。椒盐在里面，九层塔。1 2 3，哎，好像咬起来蛮爽的哦。然后它会碎掉，哎，超漂亮吗？炒一个香气，就是绍兴酒炸鸡。我先把它变成一个面糊，然后等下它冲水。这个不要了，自备筷子。大虾三明治。哎呀，我们的 Moscow Meal 的改版叫 Moscow Wing。炸鸡翅跟 ginger beer 的结合，帅吧？要不要再炸一下？还行啊，再炸一下啊！再炸一下，再让它深一点，等一下那个脆化的地方直接进到酱汁里。